马拉松啊！我日，他真的就直接跑了。你看，刚才看是个佣兵，现在变成个黑妹了，玩戏法呢。我有点炸呀！跑，还想跑马拉松？除了跑就不会了，只会跑。幽冥修完了。这波佣兵修完了，我就很难受。一次机会，拦住这个人，拦得住就赢，拦不住就输。OK， 我拦住了。佣兵没治愈，佣兵救，先知修。哎，先知怎么受伤了？不关我的事。
哎，摘多了，摘多了，我日，白给。三连电击，赢了，还可以。表面炸，菜叔刷分了都。背锅了，背锅了。我失误了，不能进医院了，我可能要被炸死。医院了，转医院了，这波再不去我要死了。先把骚扰一下，我能进医院了，应该活了，死不了。不能不丢，再绕一圈。今天就是要怼死我呀！我欠钱了吗？我就纳闷了，我也没欠钱啊。
接点的。有人贴门了，三炮，至少三炮。过来。啊，一分是一分。我第一眼看，还看错了，我是。我不修小木屋，我要修海边，海边杰克。绕一下，修完这台补人皇，人皇佣兵，小木屋结实，我猜。不认空，不认空了20秒。不然那又是20秒啊。告辞。开始抓机械师，哎，这还能吸下去的。没事，他欠我，欠我就不算救了。这还 PY 了吗？这是。排位不 PY 啊？认真打，认真打。就是废了。农民在救僵尸，僵尸可以攻击。如果打中结石，那就保平局。球了，传送了。
快啊！过来刷个分，停了吧，停了。小丑帐篷，设置好逃生路线。他如果救我，我就直接弹滑滑梯，我就不信他救得上来。去修起点，别抢我电机。往你这边修，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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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不是传送，还好还好，小事小事，没传，并没有传那个往你。来了，滑滑梯走起。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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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专心破衣，卡死就专心破衣。买个锤子，只能救了。舞台全残，真是 nice。我补完盲女电机，反正这波我不救了。偷人了，偷人了！你敢拿狙吗？
要帮助，快来，把这电击补了，我们就有机会。啊，完了。传送啦！看能不能走个地窖吧。怎么欧气突然没了呢？我以为他摸好了往我这边爬，结果我一发现吃了个钻。点啊！现在在起点，先修问。跳跳虎，踩不踩板子？踩不踩？今天不把你的丢出屎。我发现蜥蜴对玩板是真的毫无办法，跳的话就跳过去了。还好早就把它丢下水道了。让你滑过来，你跳的话我就滑过去，假装滑，看到了。他要封走位的。我操，这都抽得到！
算了，那我直接上车打打。二号站关。咋了？啊，就是。开了一门，走你！跳不跳？跳不跳？跳，跳不跳？不跳，不跳那就炸了，传送，不点击去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溜了溜了，家门去。你等啥吗？他传送都交了，你还在这等？是个黑白，搞什么电击都有人呢？香水没有，我机子都没碰着。你想是要去世？想给鸟了，黑白是怎么做到相对交不出来呢？救我啊，大哥！哎，怎么办啊？保平佣兵扯不下来人，还国办呢，香水交不出来，这都是什么绝世神仙？
吸个锤子吸，他是用黑锥的调香师，怎么吸啊？而且带的是风窗一刀，没有装潢的，技能都没有，一声也不可能交不出来啊。而且带的还是插眼，不是传送，也不是闪现。要飞了，我准备走了。至少他还能救到我一次，还行还行，不是不亏。我们一挂死才出来，好，幽冥死了。我卡你的，我的。直接点，直接点，别等了，人品不错的。要么他就把幽冥摸起来。插眼，小宝走了。天子被抓了。
要交了。无人岛。应该进大房了，翻窗的时候吃的无人。还能坚持20秒。20秒后死，很正常。20秒到了，吃完就救人。谁先亮谁去救，现在不关我的事，我补完先知电击我压门去了，谁先亮谁救，别往逆三机这边带就行了。压好了，真的假的？好快啊！一般佣兵修完一台电机基本是守尸问题，如果他守住了他还能平还能赢，如果没守住只能平或者输，所以佣兵修电机一定要开局修快点，按得准就是个机械师。就要准备给鸟了，盖了一板子，那活了，香水还省了，鸟也省了，还可以修一会儿。又盖一板子，又活了呀。用完了，他炸了，红蝶炸了，又盖了一碗，红蝶炸了，我也修完了。
现在红蝶慌的一批。飞天也没有用，你飞天送我救了，谢谢啊。还编了一下尸体，心态崩了没？还被盖一板子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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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红蝶真惨，红蝶减一，红蝶减一，这个人以后再也不会玩红蝶了。压机子了，真凶！稍等一会儿，稍等一会儿。哎呀，你打我干什么？点啊！还在等啥？点点点，再不点没机会了。五个板子，五个板子，爽炸。传送。直接转一下，都已经交传送了，这么炸的红蝶打了个平，你说这枪声骂不骂人？节奏那么好，打了个平，你好像是白六了，直接在红毯附近蹲着不就好了吗？他应该往退墙那边带，让屠夫针对死他就行了。他想活，没办法，谁不想活呢？也是过来啊，让你啊，帝王鸡，让你啊，他来了，双锯，然后锯到板子了。发个信号，让结实的娃娃知道我在这儿。这个僵尸秀啊，手速挺快的。我不好救了呀，这个人是死终点了。终点挂水的木马了，哎呦，好远！
快点，还有张钻，下一个是风衣，快点。直接贴啊，因为他会拉去夺翼的，早点贴。四川，你可能不信，人我没救下来。丢的比谁都快，人没救下来。我听见那个调音师声音，我以为扯下来了，结果发现，哎，心态有点小崩，叫不到了，调音师，修你的电机，保个屏算了。背锅了，背锅了，手速太快了。丢磁铁，丢磁铁，破大锯，磁铁，磁铁，磁铁，牛逼！完了，双刀了。尝试救我修，就是摸一下，摸一下我了解一下，摸一下吗？好吧，你贴去也行，你去贴吧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你们自己点吧，我没治愈了。打算抢点啊？没事，接受有娃娃，如果他巨人的话，娃娃能自救。希望磁铁别死就行了。应该平了，平局了。他只要敢摊，摊了就没了。磁铁是在往我这边跑吧？别搞错了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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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可以，可以，还平了，还平了，他妈吓死我了。唉，我在红毯，听音器在烧机，或者 B。哦，不是小丑。红蝶，
我刚才真的以为扯下来了，那个香水嘞，那个扯下来的这个音效，原来扯到一半松手，那小丑我都懵了，人被扯下来弹跑了。后面绕过去就他产生了几个意思，吓人而已，你这还暴露你的技能，何必呢，生怕我们都不知道你是传送一样。拜拜，不扛刀。正好娃娃还可以摸一下，摸个锤子怀表期间的快修好了，可以摸了，来这把只能往平局打了，这赢不了的，因为我再去救一波，他打针对的话针对死墙是电击是不够的，还好没被厄运。弄倒是交了，那我扛到死，卡板会不会，卡板会不会，直接到板区那边等我吗，平局打的，一个人救我，一个人压电机，他这个时候抓黑妹，那不就送猴子吗？送猴子那还有几率闪跑，娃娃要死了。吃的遗产机，我看一看，应该是墓地。黑妹来，黑妹，黑妹，咱俩互摸一下，去把这屠夫打一顿。谢谢查查的生死守护，等会我就让屠夫打，哎，蹭猴子，等会开大门的他就晓得狠了，给他来一个狠的，太嚣张了。真真真真真真真，快给个真！真，牛逼！这个比真还狠！哎，用错东西！这个比真还狠！搞根针用一下，然后我要去补机子。再给个针，给个针，这把无敌了，好吧？呜呜呜！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！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！
我机械师知道护臂在哪就好了。哎呀，这不爽翻天好吧？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摸我摸我摸！你摸一下我呀，兄弟，你摸我！ 白皮，好不容易欧一把，真想给基业师递一个护臂去。我拉球贼秀，见过的都知道，懂的都懂。 说这秒导盲女，我是救不还是不救呢？我选择不救，让他过半吧，挂死就。有祭司，有那个洞，等我秀过马再说。 他带金身，他就炸；他带传送，还有机会。带传送我就跟。问题是我得扯下来。接动，接动，盲女接动。 挂不上人，你气不气？盲女起来了，盲女起来了，你再不追，吓人！ 全部都只能交给调香师来修了，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必须要死保盲女，调香师压力大，他应该看不到我。
不好。心态有点小崩。为什么盲女在这儿啊？评都评不了。把他带走了。我操，你是真敢丢啊！一死就那不完犊子了吗？你又没怀表，而且你一挂死他不会抓我的。感觉悬。没事，他追我了，那祭司这边也可以救。当时救我呀，你还去祭司那汇合干啥呀？还好有怀表。那你这弄不了，那就炸了，炸了，直接走了。不能点门，有传送。走了，走了。为什么他挥了一刀还是隐身状态啊？我惊了。平平，那屠夫追我的话，我就不用猴子了，我直接在椅子上面坐三层下来，给他一个狠。这都不来角落看一下了吗？角落是界师，快来快来快来！蜘蛛吗？不是、啊，
厂长。还是个月亮脸。那这人应该是强势。什么东西啊？刀尖舞者。是把所有货币都全部都夺掉刀吗？哎，这么明显你们都没看见吗？就在那边啊，鼠标你看，就在那儿动来动去。有米死了，好像是想救，让他救吧。他救不下来，跟一手了。他没张狂，带着风窗一刀。传到那我留了呀，你传摸一下娃娃直接扯。我该你了，再救一救，不虚。只要他有那个火，还有娃娃，摸一下娃娃，摸一下。走你！得重新洗。带来闪现了，眼睛被亮了，来来来来，机械过来，应该在等那个。
闪现打我也没用啊，那不是送猴子吗？我三层啊，了解一下。佣兵再救一下我，我有猴子。去补电机，让他摸，他修不动。他炸回去了，这个调香师。我心态有点崩，我不能修了。我得去重新洗，否则他一直锁定在电机，很难受的。哎，都不着急，到处摸人，好像急的是他，不是我们。佣兵在附近骚扰吗？两个人去重新洗一台，他不就炸了吗？想锁电机不存在的，歇点，别等，闪现也交了，那正好。再见。刚交闪现，我有一把枪，还怕他不成？点啊，不要虚，你们尽情点，我给你们打后。拆他娃娃，我觉得我可以去救一手。
哎呦，岳老头！这个人打暗杀留的，我打我了。哎呦，摸不好。难受。说完我要去找强强师啊，强强师是个核心。不对劲，先撤。好吧，可以继续修。走远点，走远点。哇，有必要这么怂吗？跑这么远。别着急，再摸一手。然后这边节奏基本上是断掉了，我再去把先知摸，把他们俩摸好，每个人都拿一层 buff， 一起美姿。兄弟，我先跳。这个佣兵搞什么？他是怎么做到又被暗杀了一刀呢？你还打我？你打我有用吗？我救我自己去。没想到吧？
得好。你看我假装滑过去你玩牌，我再翻回来，不知道你在玩啥。已经没脚印了，找到。给你来个狠。摸我呀，摸我呀！跟约瑟夫打就不能急，慢慢打稳赢。一急就我日！哎哎哎！这下完了，什么情况？他在打我干嘛呀？我他妈有事啊！咱俩一起骑一台，很快的。约瑟夫是真够秃的呀。自己把自己用了，他换挂赢不了。上猴子的，你还想躲？你躲得掉吗你？让他去救我，调香师！哎呀，我去！哎，这猴子吸的简直了，我都不需要去蹭猴子，自动往我手上飘。怕不怕？你怕不怕？
一脸闪现的样子。好，他输了。你输了，闪跑了。我玩的不亏，我揍了他两次，开心，三分猴。好，先溜了，先溜了，我这有点事。